兄弟们啊，上那个大点的鲤鱼，这钩多呀，是不好啊，这爆炸钩，钩子插网上了。你给鱼摘来吧，给嘴那边摘过来，摘来。好，这还不小，加了个十七八斤，差不多。这是今年第七，这个鲫鱼户这不是第七个，就是第八个了。好，拿出来吧，拿着鱼，一会儿再干哪。熊河水库啊，今天是第七个第八个，记不住了，也没直播，有点别的问题啊。看看，太漂亮了。